步，到桌你先打呼，三天没功夫，子弹全交谁先生死未卜，黑框眼睛嫉妒，下探不穿西服，动作不含糊，失眠埋伏，那要飞鸽传书，出门别曾西部，远渡就远赴，书这里没门户，没证书，说话没有江湖，表情别上本部，不懂人间沿途，就会要严肃，真是要哭，面不熟心中熟，大英雄不江湖，依旧让你模糊，劝你不能马虎，不必问我出处，小人物别不服，一拳要你晕乎，打垮你八卦图，分江你也明珠，师傅，这是热巧克力，你一整晚没睡，喝点热的会比较好睡。谢谢。大师傅，我们有这么多人一起在想办法，一定可以救出二师傅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天根本不希望我们去救他了。什么意思？如果黑西装真的是都统大人的话，那他一定会把小天留为己用，小天就真的回不来了。二师父不会回来，这怎么可能啊？林芷兰的药性太过于猛烈，如果不及时服用，便会毒发身亡。我怕他们会诱骗小天，因为林芷兰而听命于黑西装。小天这个人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哎，莫寒。你知道藏经阁在哪吗？藏经阁啊，就是放书籍的地方。啊，我们叫图书馆，大师傅想去啊。我不能就这么干耗着，我得做点什么。那为什么一定要去藏经阁？希望在藏经阁能够找到解除林芷兰这种药性的方法。我陪你去。不用，我们现在谁都不能再出事了，我自己去，你在站台上等我。眼睛哥，问老爹的情况。昨天晚上小东哥送他进来之后，就开始发烧。之前徐大哥也是从发烧开始。龙龙，这个给你。这是林芷兰。小东告诉我，你一直有在分析他，这是我跟彭大哥借的，应该对你有帮助。嗯，比起不停分析，利息不用之后协议和淋巴的变化，有药丸等于有了破解的第一步。麻烦你了。这么丰盛啊，慕寒。慕寒，你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要煮这么多菜？我想说，大家最近心情不好，我不知道我可以帮上什么忙，所以只好帮大家准备多一点吃的。慕寒，你别担心，有可生的在啊，而且我也帮助小东，还有燕君，还有彭大哥的。我也想要帮忙啊，我想要帮燕君哥对付黑西装，我想帮小东哥，我也想帮大师傅找二师傅，我想帮忙，我真的想要。好了，什么都不要说，来坐坐下。
现在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深呼吸，听着，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先后顺序，一件一件来，记不得，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慕寒，慕寒，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上哥罩着。原来你对丫头有意思啊。在她是你的丫头之前，她早就已经是我亲爱的慕寒妹妹。没事啊，孟涵，今天下班我看我送你回去吧。哎，不用了不用了，孟涵家我很熟，我送就可以了。孔尚哥，你晚上局里不是要值班吗？让燕君哥送我回去就好啊。谢谢你们安慰我，来吃吧，东西很多吃不完的。好啊，趁热吃吧。来，谢谢。可尚快吃啊，吃饱了要上班了，才有力气打击犯罪啊。慕寒，喝豆浆。就算只能一步一步的想办法，我也绝不能放弃。小田，你要明辨是非，撑到大哥替你找到解毒的法门。看你有一点沮丧，是不是心情很不爽？有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情？没关系，你可以跟我讲。你怎么让眼泪流浪？心里太闷就开开窗，没有撑伞就在雨中疯狂，大不了湿了让它慢点干。我的小伙伴，你勇敢往前闯，不要害怕，我陪在你的身旁。当我的肩膀成为你的避风港，你就没必要还是正装作大方。我的小伙伴，你勇敢往前看，前方的路很暗，我会帮你照亮。就算这个世界，这本书上说，那个太监郑和曾经八次下西洋。但在这个中国正史上，郑和下西洋是在1405到1430年间，下西洋总共是七次。回城的船队遭到了盗匪的洗劫，洗劫船队的盗匪首领，据传说，就是退隐的黑都统。好，我知道了。燕君哥，龙龙说万老弟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如果照彭大哥所说的，万老弟并没有武功，发病的时间可能很短就会。到底能不能找到解毒的方式啊？燕君哥，现在黑西装这么相信你，还是你去给他拿解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道理叫等价交换？现在黑西装一心只会想知道侦探社的情报。如果说我现在过去跟他说我要林芷兰的解药，坦白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该拿什么东西跟他换。那你把我绑去跟他们交换？傻蛋，你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吗？如果你发生什么危险怎么办？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丫头啊，其实我觉得你不需要紧张哎，知道为什么吗？小东哥跟显婷不是已经去找那个吴警官了吗？如果说啊，他们两个可以说服那个吴警官，我觉得你的那个二师父还有万老爹就不会有事情了。没事啦，紧张成这样。小天，你醒了。都统大人，卑职参见都统大人。免礼免礼，快起来。非常时期就算了啊。都统大人，果然是你，没想到你也来到海滨城了。你身体好些了吗？好多了，大人放心啊，感觉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好了就好，来坐。真没想到，没想到你也来到海滨城了。是啊，哎呀，昨天晚上差一点你就气绝身亡了，关键的时候我给你服用了一粒灵芝兰，把你从鬼门关里救了出来啊。原来是大人用灵芝兰救了在下的命，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感谢都统大人。小天，你是我的爱将，哀将有难，我岂能置之不理呢？大人对在下有救命之恩，我愿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呀，好说好说，你只要跟着我好好干，我定期给你服用灵芝丸，而且能够增强功力，还能延年益寿啊！我宁可不会武功，也不要长寿，只希望徐妃姑娘偶尔对我笑笑，就心满意足了。哎，小天，怎么了？大人，没什么。我与大哥未能回去复命，让大人您为我们担心了。好，没事儿，来。你还是叫我老板好吧，不要叫我都统大人。现在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呀？大人，您永远是我尊敬的大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都统大人和锦衣卫的存在了，早就改朝换代，明朝已经不在历史的长河里了。皇上，臣子不孝，不能为大明尽忠啊。大人，我与大哥得知我大明灭亡，也是悲痛万分。小天，如果有一天恢复了明朝，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共创大业，收复大好河山？当然愿意，只要能光复我大明王朝，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小天，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复兴明朝的大任我就交给你了。是大人。老板。来，哎呀，很好很好。我这么多年啊，委身于此地，背负着别人的误解的恶名，就是为了要复兴明朝之大业呀。这回终于把你给找回来了。复兴明朝大业指日可待啊。原来大人您在此地委曲求全，实则是为了光复我大明王朝。是啊，看来只有啸天你了解我的心意啊。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我都不管了，由他们去吧。
大人，您真是深谋远虑。那我这就回侦探社，把我大哥找来，咱们一起共度大事。且慢，老天，此事先暂缓。暂缓？为什么呀？我这大哥知道肯定会很高兴的。哎呀，我早已发觉彭泽对我有二心。你说大哥对你有二心？这不可能，大哥一向是誓死效忠我大明王朝的。那他怎么当众违背我的命令，岂不是谋反之心吗？大人，您误会他了，真的。要不现在我去侦探社把他给您叫来。不用，我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试探他。你亲自把他约出来，看他愿不愿意服下林芷兰。如果他当着你的面服下林芷兰，大人，我想大哥肯定愿意服下林芷兰。他服下林芷兰，我就欢迎他回来。恐怕他是不愿意回来的。大人，我保证，大哥肯定愿意回来。小天啊，你没有忘记你奉命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吧？当然，在下没齿难忘，捉拿反贼洪熙东，夺回九转夜明珠。是。现在我们都来到海滨城了，目标大家是一致的，所以完成任务指日可待啊。大人，我有一事不解。当日我与大哥捉拿洪熙东，不知怎么的就该跑到这海滨城了。我有惊天之能啊，能够来去自由。只要你忠心跟着我，我让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想有什么就有什么。那到时候徐飞姑娘啊？什么姑娘啊？等你功成名就以后，要多少姑娘就有多少。真的，只要功成名就，那姑娘就会喜欢我。是是是。哎呀，自古以来哪个美人身边不都配着英雄吗？你看看现在的电视节目，哪个艳冠群芳清雅脱俗的美人旁边不有一个啊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或者是富翁吗？对对对，大人说的没错，在咱们明朝也是英雄才能配得上美女。美人呐，总是喜欢有权有势的英雄，跟着我干，没错的。大人说的没错，只要我好好的干番大事业，做个有头有脸的英雄，我相信许飞姑娘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从今天起，徐啸天就是你们的队长，你们要听从他的命令和安排，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不许违抗。是。老板，我怎么变成队长了？大哥才是队长啊。不必多虑，等待彭泽加入我方阵营，我自有安排，你就欣然接受吧。
效忠老板，效忠队长，效忠老板。如果雪飞姑娘看到我现在这么威风，她肯定会喜欢我。小天啊，我赐给你一样礼物。这个手机里面有黑暗章纹，是万国通行的黑暗势力的图腾，是权力的象征，独一无二的，你把它收下。多谢老板，为光复我大明王朝，在下一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喂，喂，大哥，小天，你怎么样了？你在哪儿呢？我很好，你放心吧。啊，那个电话里不方便讲，我们出来见个面吧。出来见面。你想约在哪儿？好，一会儿见。